说到焦哥，我其实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也蛮感谢过去他蛮照顾我的，因为像我常常要主持啊什么典礼活动，我都会请教他，他给我很多的指点，所以我蛮谢谢他的。那其他的事情我都觉得希望可以大家都好好的保持善良，保持爱。我想问说刚好是结婚的事情，我刚好是说焦哥其实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事情，所以我不多做言论，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。那说到焦哥，我其实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也蛮感谢过去他蛮照顾我的，因为像我常常要主持啊什么典礼活动，我都会请教他，他给我很多的指点，所以我蛮谢谢他的。那其他的事情我都觉得希望可以大家都好好的保持善良，保持爱。昨天第一次的时候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公益活动都安排好，非常感谢。